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像这个课题是希伯来书有那个以弗所说，有的没听见，头一天没听见啊，看一下以弗所说第四章。以弗所说第四章第一节。太舒服了。太舒服了。找到没？找到了。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感谢主的恩典。咱们上堂课呢讲到这个与蒙召的恩相称，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下面是如何形式，如何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怎么样才能相称呢？第一点是，首先呢被主光照啊，成为光明之子。首先呢，我要成为光明之子，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因为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什么？良善公义。首先是成为光明之子，不成光明之子，永远活不出来良善公义。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二十一节，第六节到二十一节，找到没？找到。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之子。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是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里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了，咱们一同来闭目，为今天所查考的信息向神先生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继续的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感谢你不住的在带领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今天你定义要施恩给我们，谁也不能拦阻。你爱定我们了，没有人能叫我们与你的爱相隔绝。今天你既然蒙召我们，就必能叫我们能与蒙召的恩相称，使我们行事像光明之子。今天你必能做这事，因为这是天国的事。因为我们靠着凭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你若不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事，人就不能做什么。求你来引导你自己的众教会，在这末后时代叫我们成为明光照耀，来照亮这个黑暗的时代，把你的荣耀的福音传讲到地极，让更多的人得知你的救恩，让更多的人明白你的真理。就求你把今天的这一点的时间握在你大能的手中，为要叫你的名在全地得荣耀，就求你首先建造我们这群人，使我们这群人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在这地上为你做见证，
为你福音打那美好的胜仗。Amen. 求你来保守今天的聚会，捆绑空中一切邪恶的势力，把一切困倦的灵和打盹的灵都从我们中间除去，使教会在你面前蒙受主你从天上来的祝福。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求的。阿门。好，咱们今天继续来交出与蒙召的人相称。首先要成为被主光照的光明之子，因为光明之子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公义、良善和信实，诚实。那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啊，要查验一下什么为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何为神不喜悦的事情呢？也有许多人在这个地方，何为神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情，就要行何神喜悦的事情。那什么事情是何神喜悦的事情呢？顺服。什么具体什么事情是何神喜悦的事情呢？在亚当里行事和在基督里行事，哪一个是何神喜悦的？在基督里。哎，在基督里。这就是说这个形式与蒙召恩相称的，这是最高的标准，是上帝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给我们成为最高的标准啊，叫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天上这个标准是用人无法能达到的。你看这里边讲一切的良善还有公义诚实都不是人间能达到的，都不是人肉体能达到的。有的不诚实的人你怎么叫他诚实，他也不会诚实的。这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就是肉体中间的东西，肉体中间暗昧无义的不要与人同行，也就是说肉体所行的事情属灵的生命要不要与他同行。那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已经告诉了，这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两个我就已经把这件事情分开了，不要与他同行，就是旧人的事情和新人不能混淆在一起去。要跟他前面说什么，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要临到那悖逆之子。这悖逆之子是什么呢？是悖逆啊，没被圣灵引导。悖逆之子，那我们那个旧道的人是不是悖逆之子呢？是悖逆之子，说他就是悖逆之子，神的愤怒必要临到他，也就是我们的旧人要遭受到上帝愤怒的倾倒在他的身上。怎么倾倒呢？这旧人他就是本身就是悖逆之子，所以我们不要与他们同伙。这个我们是指属灵的我们，不要跟旧我同伙。通过我们这段经文绝对不是给不信的人写的，是给信的人写的，对不对？对，是给信的人写的。所以那悖逆之子就是指我们的属肉体的旧人。旧人怎么办呢？这行事为人怎么能对得起招我们的主呢？那就是四章第十七节，看，反倒四章十七节，前面说与蒙召恩相称，后面就讲到，是后面就紧跟着我们是什么？一个身体，一个圣灵，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召呢？都是照基督所量给我们的恩赐，说神给我们这样恩赐蒙召的。下面紧接着在第九节说，既说升上，说既说升上，所以耶稣已经提到一件事，就是说都是基督所量给我们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到高天，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用什么来彼此服侍啊？恩赐。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下来吗？所以耶稣先降下来，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是他先降后升上去才能充满万有。耶稣已经升了这个世界了，所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用什么建立呢？用恩赐彼此建立，是吧？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首先教会建立是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首先是在道上同归，道上不同归，那今天我们所建立的都是枉然徒劳的。下面看，再看认识神的儿子，所以这首先要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长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首先呢，在基督里接受圣灵在我身上的更新，就是脱旧换新的，对不对？这是更新，有脱旧穿新，还有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长成满有基督，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哪个生命长？属灵的生命长。基督长成的身量。首先，属灵的生命要长大成人，里面的生命长，不是外面的生命长。外面生命就是脱下，脱下这个人呢，就穿上那个人。这是两个人的脱，有一个是脱下，有一个是穿上的，是两个人。这个属灵的人长成蛮有基督的身量，脱旧穿新的，穿哪个？最新的是哪个呢？从神生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何为神所传权可喜悦的旨意？那神。神喜悦的是新人活出新样子，不是旧人活出新样子，对不对？对。神喜悦的是用新人活出新样子。那单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肯脱不肯脱，肯不肯接受圣灵的更新，肯不肯圣灵在你身上怎么更新呢？圣灵在你身上要进行脱的，脱哪一个人呢？从亚当来的人，穿哪个人呢？新人。穿从基督来的人。所以这个基督来的人就能达到神所要求最要求的最高的标准，是吧？最高的标准。昨天他们讲最高标准是什么？基督。最高的，是人类也达不到，这个悖逆之子肯定达不到的，是人类没有一个人能达到。那最高标准就是基督，最高标准。所以他说的是越高，你越靠肉体达不到，这就对了。他说的，他要求的，要叫你成为光明之子。成为光明之子是被光照了才能成为光明之子，对不对？被大光光照了。那这个大光就是指谁说的呢？就指基督说的。说基督来了，把我被大光光照之后，把我成为一个光明之子。所以我现在行事为人就对得起招我的主。我成为光明之子，下面接受一件事情，就是光明所结的果子，非要结果子不可。非要结果的，所以这里边说圣灵在我身上进行更新，更新是脱旧的穿新的，这新的才能活出新的样子，旧的永远活不出新的样子，长成那新的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自然就能活出下面这个形象。我们看啊，小孩子肯定活不出来，得大人能活出来，对不对？所以你们中了人的诡计，小孩子经常要中人的诡计的。所以第十七节看，司机姐前面说旧人怎么不好，后面说新人怎么好，是不是？对。你看，所以我说且在主里切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什么人？旧人。那行为那旧人，他根本行为就不好。所以这里呢，与蒙召的相称，是不是用旧人行事为人，用板行事为人，达到最高的标准呢？不是，不是的。所以这个旧人有一个旧人的行为，新人有一个新人的行为。旧人的行为和新人的行为是什么样子呢？他俩对比一下，是吧？我们把这个都擦了啊。昨天咱们讲的是吧，要做贵重的器皿，对不对？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贵重器皿肯定是从天上来的，卑贱的器皿肯定从地上来的，对不对？对。所以这里边说这旧人那个行为不好，旧人的行为，还有谁的行为呢？新人的行为。一说与蒙召的相称，人想方设法的，神这样立最高标准，不，有许多人就在这误区里头，就以为我用旧人想方设法的来修理，来更正，来
加工我这个肉体，达到一种标准，能达到这个最高的天国最高的标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神说的话绝对不是这样。他说新人怎么旧人怎么怎么不好，旧人怎么怎么是个悖逆之子，旧人我们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怎么怎么活不出天上的样子，因为我们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本身是属地的，对不对？本身属地，要叫属地的人活出属天的形状，就等于一个猫在拉牛车，用猫拉牛车是根本拉不动的，对不对？你把牛把猫套在车上了，你怎么也叫它拉个空车它都拉不动，别说车上装满的东西。你要给牛拉车，是不是拉个空车像玩的似的？要拉的装满了那个载的车呢，它很快就能把它拉上来，就那个上坎那个牛有劲儿的牛，上坎一只牛就可以就把这车拉，是不是？很顺利的。所以你用新人去活新的样子，很容易就活出来的。你用旧人去活出新人所活出属天的形象，永远是活不出来的。所以他就讲到旧人怎么怎么不好，十七节讲旧人不好，但是行事为人不能对得起招我的主。所以那怎么才能行事为人才能对得起招我的主呢？那个行事为人与蒙招的恩相称，我们蒙招的这个新人是从天生的，用这天生的这个生命要活出天上的样子，那叫轻而易举就活出来，对不对？对，还是轻松就活出来，对不对？对，嗯，就正如给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去挑一担水，轻而易举就挑回来，叫一个婴孩去挑一担水，他是肯定挑不动的，不用挑一担，挑空桶他也挑不动，是不是？也就是说今天要说一件事情，圣经凡是说与蒙召的相称这样的课题呢是很多很多的，我们通过在圣经里的查考就能知道这个，说不是原人旧人所能行出来的，所以上帝要求的不是原人旧人所能行出来的，因为这个旧人他本身的行为就不讨神的喜欢，属肉体这个生命的行为本身就不讨神的喜欢，所以呢，与想要与蒙召的相称呢，绝非不是我去自己靠努力。好，咱们看，那怎么样呢？就是这个良善者活出良善的形象，必须在新人，新人是谁呢？那良善者住在我心里头，叫新人。良善者属灵的在里边，虽然是看不见的，要把这个看不见的变成长大成人。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样长大这个新人他本身有属天的形象和样式，你不用去苛求他，他都自然能活出来。也就是说活的方法已经告诉你了，怎么活必须是脱下一个，是不是？必须脱下一个，穿上一个，穿上脱下那个就是肯定是不能活出来的，不能活出来神就直接就告诉你这个不能活出来，说他不好，他没办法活出属天的形象，说他怎么需要得把他怎么样，把他致死，或者把他脱掉，或者把他撕裂，或者把他打伤，或者就罪身灭绝，这样的经文在圣经里多的是，对不对？我们可以找到一大堆。昨天咱们查那段经文就是我们看一下啊，等一会儿再看以弗所书，先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第十四节，是道成肉身的主住在我中间来活，才能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我在这个地方写啊，第四点是道成肉身的主，他这个肉身就是耶稣这个肉身和我们这个肉身不一样的，他是道成的肉身，无残疾的肉身住在我里面才活出，有残疾的叫他活出健康的生命，他永远活不出来的，你信不信？那瞎眼的人叫他活出健康的东西，健康的事情，他永远活不出来。那聋子他就没有办法活出健康的，瘸腿他就没有办法活出健康，必须瘸腿的给他换一个，给他换个生命，瘸腿可以看可以行走的才能。那道成肉身的主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最关键的，说道成肉身的主住在我们中间，
这里面道成肉身的主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边，这个主他就能把父神的那个样子能显明出来，所以他就能活出那个样子与蒙召的恩相称。他为什么这样逼着你？就是圣经这里面好多的经文好像是逼着我们非得活出那个样子，活不出那个样子你就得什么，你这悖逆之子好像你就得死了，你这悖逆之子啊，就是神的愤怒必要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就把许多人吓住了，好像这就一看到这段话我没活出来，所以我进不去天国。活不出来你都能进去天国，因为这是得荣耀，活出来能与蒙召的恩相称是就进一步了，已经重生得救的人需要在地上得荣耀，在地上能彰显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今天那必须一个条件，就是我把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接到我心中，他住在我中间，自然就能活出来了，对不对？而不是我活的，是谁活着呢？基督活着。所以呢，你看这段经文十四节啊，你细看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了，是吧？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下面才能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下面才能见过他的荣光，正是谁的荣光呢？父独生子的荣光，也就是道成肉身的主住在我们中间，目的是要把父神的荣光给他显明出来，对不对？我显不出来，那他能显，他能显就得把这个主权让给谁呢？让给主。所以你不仅仅接受耶稣替你死这个事实，而且你必须一件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代替你活着，说他要代替你活着就能活出主的样子，你把活的权柄让给主，你听懂这句话吗？把活着的权柄让给主。难怪保罗说活着的不再是我，如果保罗说还是我继续在地上活着，那就坏了，那得谁活呀？如果还是我活着，那就得谁活出那个形象啊？我活着，对不对？这里边说活着的不再是我，说我现在是谁在活着呢？基督。好，现在咱们就是看啊，有两种活法，一种是把活的权柄让给主，把活着的权柄让给主啊，谁活着很关键。第一个是我活，第二个是谁活呢？基督活。我活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那就得装。你听懂这句话吗？我要活着与想要行事为人对得着我的主，那我就得靠什么装？后面就得加个什么？假。啊？就得加个装，对不对啊？你以为那些法利赛人不想他不想活的要好的吗？在地上，他要不想活，他就不能去守律法，好好自己难道自己天天那么假冒伪善呢？但耶稣就来了，却称假冒伪善装出来的那个良善，行事为人是装出来的。还是我今天我主活，有两种活法，一个是我活就得装，一个是主活就不用装，对不对？对，因为他的生命就能活出那个样子，是不是？对不对？对对。那我本身是个男人，你叫我活出女的样子，那我就得装，你信不信呢？我就得装，因为我本身不是女人，这个性情本身不是女人，是男人的性情，你非得让我活出女人性情，那我就得装。那我本身不是牲畜，你就非得叫我活出牲畜的样子，我就装牲畜，你信不信呢？那狗它要想模仿主人，想活出主的样子，那它就得装，因为它性情本身是狗，它怎么装像不像？像不像啊？他怎么装都不像。原本那狗啊，他虽然有时候也模仿，那狗也愿意模仿那个主人，是不是？你看这谁家的狗养的就像有点像主人，但是怎么像他也不是主人那个性情，你信不信呢？所以这样就看呢，一个是主我活，一个是主活，我活就装，主活就不需要装，因为他本性就这东西，对不对？本性就是他本性就是。我的本性就得装，我本性的东西就是什么东西呢？一切恶劣的，那里边说一切的都不好的，那我就不能用这个本性中间这个我去活出主那形象和样式。你要想活出那个样子，那绝非是另外换一个工具来活，换一个生命来活。原来我是用属地的生命来想活天上的生命，那就是
当我没明白的时候，我就想方设法的板呐、啊，我想方设法的守啊，我想方设法装啊，在人前就是把自己那个行为好像修理的，好像这个更改的，都更改哪个生命？肉体。肉体。而现在上帝不要了，现在上帝是要脱，对不对？对。是不是说脱呀？脱要不要了？要了。脱是不要了，要装呢，那就是还留着，还留着，还要原来原有这个人在那装。装留着这个原有的人呢，怎么装都能都是他自己，所以呢那个行为他是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这里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要把这个荣光展现出来，那必须是把那位道成肉身的独生儿子接到我们生命中间，叫他来替我活着。所以当他替我活着的时候，是他也不用费劲就可以活出来，你信不信呢？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里边说的，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是吧？无瑕疵，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为什么把这个生命与我们合一的，就是意思我把他这个生命接到我心里头，是他的生命渐渐长大，我的生命渐渐衰微，我脱落，他长大，自然就活出这个样子了。所以越要求你，你越不能用自己的东西来活，越要求越你越证明这个道成肉身的主是不是属地的，乃是什么？属天。属天的，那属我用属天的活出属天的样子好啊，还是用属地的活出属天的样子好？属天的活。属天的。嗯，现在你就这个问题不就在这，是吧？我活着。是主活着，是我苛求的用属地的生命达到属天的标准，还是我用属天的生命自然就长成满有基督身量，自然就活出那个样子，对不对？是这个苗，那个苗一堆了，它这个长出来长大了，它就比如说葡萄树，我栽上的是葡萄根，我接上一定将来接就一定能接出葡萄，对不对？那我的葡萄是怎么接出来的呢？是我用别的树要求出来的呢，还是用我必须的？他越要求我说你必须接出葡萄来，那我就想方设法我找葡萄根，对不对？找葡萄树的根，我把葡萄树找回来了，其他的东西接葡萄枝是将来的事了，对不对？接不接在上帝，但找不着的根在乎我，你信不信？也就是说你接不接受这个基督的生命在乎你，但将来长不长出满有基督的身量，最后结没结出果子在乎神，生长在乎神，对不对？对。这里面要求的不是要求叫我们能达到的标准，而是他把你指向，凡要叫你与蒙召的恩相称的，都是要叫你接受一件事情，接受什么呢？接受把道成肉身的主接到我们心里，这时候呢，圣灵在我们身上进行更新，圣灵在我身上进行更新，这个更新出来的结果是人不能想、不能测度的。对不对？是人无法测度的这个我这个形象和样式，所以他就自然把父神的形象和样式在我生命中间表彰出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首先呢，活在他的恩典中，活在恩典中，这是第五点。你看，活在神的恩典中。没有活在恩典中，在恩中建立，在恩典中间站立的中，说活在神的恩典中啊，这就是第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首先，我们领受的恩典是都领受，不要留一点不领受，是吧？都领受了。再往下看啊，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再加恩，表明前面是恩，得救是恩，得荣耀还是恩。对不对？而且是恩上加，什么是恩呢？白给啊，白给的才叫恩，对不对？要不白给的，这就不叫恩了。所以下面说，并且恩上加恩，并且恩上加恩，我们说我们都领受了，从他丰满的恩典中我们都领受，而且是恩上加恩。下面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道成肉身的主要将谁表明出来呢？父表明。那我怎么办呢？
我必须在恩典中，而且是恩上再加什么？恩上加，这是上帝要求的。上帝要叫你活在他的恩典中，而且是恩上加恩。我前面靠恩，后面还靠恩；我前面靠圣灵得生，后面还靠圣灵行事，不靠自己行事。那就要把你逼到一个地方，就要叫你靠圣灵行事，不是要叫你自己靠肉体板死只手死只装在人前死只一加工这个肉体，达到那个属天的标准，用地上的生命加工完了，活出属天的标准，这就是装出来的，不是属天的原本的生命活出来的，对不对？对，那是那与蒙召恩是不会相称的。你就算他在要求他在人前装，他装的再像，但上帝没有说那法利赛人装的就好，耶稣却夸了税吏，没有夸法利赛人。耶稣却定法利赛人有祸，从来在圣经里没有定那些税吏和娼妓他们有罪，从来没定，一句话都没定，你找不着一句，你信不信呢？你在整本圣经里你也找不着，你找不着耶稣基督他在怎么责备税吏和法那个税吏和那个娼妓的，他责备什么样的人最多呢？四福音哪一卷书里都有，从头到尾的都有在责备法利赛人，对不对？那法利赛人被责备成为我们的间接，我们不能效法他。我们今天上帝要求我们去行事为人，对得起招我的主，对得起招我的主，是不是啊？与蒙召恩相称，那我必须是恩上加恩的人。恩就是得救，恩上再加恩呢，就得荣耀。得荣耀，这个恩上加恩的人，活出这个荣耀，在恩里活着，接受恩典，在恩里活着，最后结出的果子就是与蒙召的恩是相称的，对不对？能听懂吗？这个地方能不能听懂？能啊，接受恩典，再加上恩，与蒙召的恩就是什么？相称的。我想相称，就像什么呢？我想想，我前面是接受上帝白给的，我后面还是接受上帝白给的，这就叫恩上加恩，行事为人就一定能接触果的，接触那果就是蒙召的恩相称的。但我什么时候能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我前面接受的恩，后面不要恩了，去自己靠着自己的肉体血肉绑臂去怎么行善，想加上行为的，永远不能与蒙行事为人与蒙召恩永远不能相称的，对不对？我加上行为马上变质了，就好像天上的这个恩典不够用。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对不对？对。但他总觉得天上恩典不够用，又在恩典中间又加上了人的手，加上人的行为，这个就是误解。现在教会中间普遍的教会误解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说招你的主，或者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他就想方设法的用仁义的方法想要把做出一些好事来填补我行事为人对不起神的那个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教会呢？有。这叫人性化人本主义，想用人性化来填补神说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个形象，说神要求那个从我生的，从亚当生的，从父母生的，从妇人生的，从土生的，从地生的，永远达不到从天生的那个果效。好，再回头再看啊，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他一说到这个地方，一涉及到行为的事情呢，这里边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必须这么脱，必须按他的理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脱旧换新的，这是必须的。一想到这个地方，你就得想到这一点，一想到这个地方，你就得想，我现在是要脱去旧人，换上新人，在圣灵里头接受圣灵的更新。第二十一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听过他的教就是我已经现在听见他的教，领就是领受了，学了他的真理就是我在他真理中间见到，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什么人？旧人。这就叫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脱旧的永远没有办法变成新的，说不是旧人不是旧人死，新人永远不能活。
不是旧人被灭绝，新人永远不能彰显出来，所以他这个与蒙招的恩相称，就得脱旧换新的才能达到这个果效。往下看，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有什么东西呢？啊，旧人里头有私欲，所以有私欲的旧人把他拿过来去活没有私欲的生命能不能达到呢？达不到，达不到的。所以这里边必须把他脱下，他有私欲的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第一是行为不好把他脱掉，第二是旧人里边有私欲。下面紧接着把里边的心智先改换一新，这是蒙召之人所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什么工作？脱旧换新的这个工作。所以未脱以先呢，神就在罗马书里头就叫你看见我旧人的怎么不良善。保罗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就由不得我，对不对？你不可能就在这个一个劲儿在这儿，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但上帝叫你看见这一点呢，是要叫你心智改换一新，对不对？把心改了，心智不改换，永远你还是看见，你还是有这个新人的，这新人想行善，你里边这个新人想行善，新人想行善。旧人想作恶，那个悖逆之子就是旧人想作恶呀。新人想行善，旧人想作恶，两个人扭着来。所以这样呢，神不是叫你改观改良加工旧人，你听懂这句话吗？神不是叫我们改良改善来加工这个旧人，乃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呢？脱去，脱，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他要脱你就不能传，他要传的你不能脱，他要拆的你不能建，他要建的你不能拆，你顺服神就行，你顺服他在你身上的工作就行。所以下面说什么？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说新人怎么好，旧人怎么不好，在这里说出来不是叫你告旧人去活与蒙召恩相称，而是用新人活出蒙召恩相。那新人包括什么呢？新人包括什么？新人包括什么？新人呢都有什么呢？新人包括什么？谁能说出新人包括什么？现在有的人就在新旧两个人这个地方不知道新人包括什么。旧人从谁来的？亚当来。新人从谁来的？基督。旧人是属地的，对不对？对，属肉体的。那新人是属什么？属天的。属灵的，对不对？属天的和属灵的。新人他包括的是包括属灵的身体还有属灵的灵魂，对不对？旧人包括什么呢？属物质界这个身体和身体里的邪情私欲，这叫旧人，对不对？对，从亚当来的一切的性情，从亚当来的性情就是那个肉体的邪情私欲。还旧人包括什么？包没包括这个肉体？包括，包括。如果不包括肉体，那就涉及不到。加拉太书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要已经把肉体，连肉体里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包括肉体的？包括，包括肉体的。那有的人说，那我这肉体是中性的，对不对呢？不对。而保罗却说，我的肉体里没有良善。他说我的肉体是什么？中性的。这和圣经反不反对呢？反对，这是反对的。所以这肉体要是中性的，肉体就不能死，肉体也要死，证明这个肉体的良不良善呢？不良善，不良善。他说是中性的，我这肉体是中性的，物质的中性的，所以肉体呢就成为新人了，就在地上活着荣耀神，对不吗？对不 对, 对。保罗说住在身内就与神什么相离，相离呀。我要脱离开肉身得以见主是好的无比的，是不是这么说的？所以保罗他说什么呢？我如今在肉身中活着是因什么活着？因信活着。虽然这个肉体存在，但是呢我却不属肉体，这种活法才真正是与蒙召的恩赐相称的。
虽然我的肉体是在地上活着，我却不属肉体，这种活法，不是什么活法呢？不是我凭着自己这个肉体，我这肉体，又在地上活着，就是我活着。所以保罗总是说，不是我活，乃是主活着。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脱旧人换新人的一个前提，是不是？不是我活，乃是谁活？主活，乃是主活，不是我的，乃是主的。为什么保罗多次在说这句话？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我活，乃是主活着。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证明我活着永远活不出主的样子，所以他有这个心智。保罗虽然他说我的肉身在地上，他还是在活，凭肉眼看这肉身活着，对不对？对。凭灵眼看，我现在肉身已经死了。现在是谁活着呢？基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就不是我活，是乃是那死而复活的主在我里面，把他那个不能坏的生命在我身上彰显出来，是他在彰显的，是基督活着。所以这段经文你看，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新一心，并且穿上这新人，这新人自然有真理的，有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了。这新人他就有这个性情。旧人他怎么想方设法，他也不可能活出这个性情。所以良善的只有几位，良善的只有几位，只有一位，只有一位。我是叫良善的来住进我心里活呢，还是我自己来活？良善的。你看，我自己活，我就永远没有办法活出良善，而主活，他就能把这个良善的活出来。那我这怎么能叫主活呢？我必须把这良善的主接近我的心里，道成肉身的主住在我中间，他才能活出来，是不是？所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表明出来。我如果我接受一件事情，是吧？我接受什么事实呢？没有我了，只有主了，这个事实，不是我活，乃是主活的这个事实。那这就是在你身上，来把心行事为人对得起招你的主的前提，对不对？这个前提是什么？他讲行事为人对得起招我们主或与蒙召的相称，那就是说什么？必须有个前提，就是必须是主活着，必须是我死了。我虽然是看见我的肉体还是活着的，用这个肉眼看我是活着的，但是呢，借着受洗归入基督的那一时，已经最深是什么？灭绝的。有一个是灭绝的，必死的。什么是必死的？必死的，或者是救人被拆的，必须被拆的，对不对？必须被葬的，对不对？这样的经文说的是罪身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活行事为人就对得起招我的主。必死的被埋起来了，行事为人现在是不死的，活出来的。灭绝的给他什么？什么叫给他灭绝了呢？就是给连根拔除，对不对？凡不是我天父栽种的，不要都要拔除，因为那是撒旦栽种的。那个旧人呢，那个整个那个旧人里边，肉体连肉体先是罪，被撒旦迷惑之后栽种的都不对的。所以当时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35-36节是说，你这无知的人，你所种的不死怎能生呢？你要想活出那个样子，种的必须死，是不是这么说的？你在罪上没死，怎么在义上活呢？是不是这么说的？你这是最明显的，在罪上不死，在义上就不能活，在罪身不灭绝，义身就没有办法活出来。往往我们把罪身和义身给混淆在一起的，使劲靠那个罪身努力呀、啊。也明明知道自己活不出来，那你们说这些许多的人教会也都在讲这件事，好好荣耀主啊！你问问他，你叫他的良心，拍拍他的良心，到底荣没荣耀主？你问问他，好好行为要好好的，你问他的行为好不好？好好的祷告。你好好问他，你自己叫他，我凭着良心说，他的行为好不好？他行为为什么不好？靠自己。哎，靠自己活着，靠那个必死被拆的。神要拆的他要建，神要灭绝的拿着那个灭绝的生命去活神的形象，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是。所以他
失败，失败就失败在底下。他还以为我已经荣耀神了，还以为他就少了一关，就是圣灵在我身上更新这一关，没有这一关了。信完耶稣不需要圣灵更新了，下面的家人的行为啊，多少人教会不就是家人的行为导致教会的瘫痪吗？一家行为就拒绝了一关，就是圣灵在我身上脱旧换新的这一关，对不对？当他一家行为的时候，证明他否定了耶稣基督的救人是完备性的。所以现在主就说，过去主已经救我脱离极大的死亡了，现在还要救我们，我们指望将来他还要救我们。整个我们这个走天路，这个一路上都是主亲自来救我们，不是我们要靠外面肉体一看这行为不好了，为了加工加工，为了与蒙召的恩相称呢？那但是你有没有省略一关呢？有没有接受圣灵在你身上更新这一关呢？有没有呢？你要没有这一关，这就证明你现在是什么？省略了一关。省略哪一关呢？神儿子救恩，第一步耶稣来做成了救恩，把你从罪恶里赎出来。第二步他就差遣圣灵住进你的心里。他为什么要差遣圣灵住在你心里头？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靠肉体活出属天的样子，所以他才差遣圣灵住在你心里头，叫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你里边替你活着。所以你把这个权柄，活着的权柄让给主。你要你自己活着，你永远你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你永远不能活得像神。所以这个标准是天父，这个标准是主耶稣基督，那是神的儿子，这个荣耀的属天的这个标准。你把这个标准给降低化了，你用你自己的行为来补满，你去补，你补谁呢？你补就是你把上帝最高的标准给降低化了，降低到你这个人格化了。所以你就以谁为最高标准呢？就以雷锋啊，以焦裕禄啊，以孔繁森呢、啊、以这些为标准了、啊、你就照着这个标准，就以为这是行善行事为人对得起招我的主，或者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你这是没把耶稣基督的标准拿出来。那耶稣基督昨天我讲的耶稣基督行事为人的标准是什么？他并不在乎你生活中间的小节，对不对？你看耶稣从麦地里经过，注重小节，不吃饭的时候不洗手，有没有注重这小节？生活中间小节，他根本就不注重生活中间的小节，他注重的是什么？生命之道，对不对？要把这生命之道向外邦人传出去，同时呢，他把鬼赶出去了，把病治好了，是不是啊？他注重这些事，注重彰显上帝的大能。所以他行事为人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这在哪里了？希伯来书第七章，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你行事为人对得起招你的主，不要给肉体设立一些死规条。不要给肉体设立一些死规条。行事为人对得起招你的主，不要用律法来苛求，律法来辖制我的肉身，叫我的肉身达到一种标准，来讨神的喜欢。七章十六节找到吗？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拘这个肉体上的这个小节，所以法利赛人看到就不成绊脚石的，就觉得耶稣基督你怎么是上帝的儿子，在行事为人也不行啊，对不起那招你的主啊。我们注意看啊，十六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以我要想啊，行事为人对得起招我的主，我就不能给肉体设立一些多少，设一些什么东西啊？条例，条例，就不是给，要给肉体设立条例呢，还是肉体活着，用肉体来行事为人对得起招我的主，那还是守律法，对不对？对。我给肉体设立一些规条，来达到行事为人对得起招我的主。你说我们把没把旧恩推翻？没有，没推。推翻了。那怎么还没有呢？设规条还是靠肉体。那我给这里边说，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条例是什么？把这擦掉吧。好，我现在我给肉体设立一些条例啊。不是为肉体设条例，行事为人对自己否定啊，不是就是否定，不是给肉体设立规条，设立规条，
行事为人对得起造物的主，不是给肉体设立规条，这是否定的，持否定的这个态度，这是第三啊，不是给肉体设立规条，不是照属肉体的规条行事的，那也就照属肉体的规条来行事，并证明我还是靠地上的生命要活出天上的样子，这绝对不是肉体上的规条。多少人他误就是误在这个地方，他给肉体设置规条，就以为我行事达到标准了才能讨神的喜欢，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对不对？对，我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被建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属天的灵人，不是属肉体的人，所以我是灵人在活着，不是肉人在活着，对不 对？虽然我是肉人在地上站着，但是我现在是灵人在活着，所以保罗说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虽然是我在地上站着，但是我相信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 对？对，这不是正是行事为人对得起造物的主。那基督在肉身中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不是照规条，不是照那些律例典章，对不 对？对，律就是什么，这个条例的例就是律例，对不 对？对，律例是什么，就是律法，对不对？不是照律法，不是照规条，并给自己的肉体设立一些律法，那规条和律法来去行事为人。那现在多少教会的一提到行事为人对得起造物主，无形中就钻到哪里去了？肉体，肉体律法里头，对不对？所以保罗当时在说提到这件事情，说他提到什么事情呢？他提到我活着的，我像立行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这样才能对得起招我的主，对不对？我像律法死了，我别想行事为人对得起招我的主，是在守律法，是在守规条。说我像律法死了，行事为人才能对得起招你的主。那句话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这么说的：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说这样向神活着，像律法死的人，不靠肉体条例去活着，才能对得起招我的主。是谁活着的？是基督活着的。所以保罗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能对得起招我的主。”你把这活着这个权柄让给主，说：“主啊，你必须承认一点，主啊，我不能活，因为我这本身这个生命是属地的，我永远活不到，达不到你的标准。那怎么办呢？”主啊，我愿意叫你在我里面替我活着，我死好不好？有人说，那人不得有自己的责任吗？那人的责任是什么？归入基督的死。活不，你把基督先接进来，基督活被活出父神的形象，能不能对得起招你的主？不用你管，那是不用你管。那你应当管的是什么？我必须向律法死，别靠守律法去活出主的形象，对得起招我的主，别靠肉体绑臂活出，不要靠守肉体规条，别给肉体设立一些规条来活。所以保罗说：“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雅各为什么设立四条？雅各为什么为外邦人设立四条？他不就想用律法这四条来规范外邦人吗？叫外邦人借着这四条想活出达到上帝的标准吗？这是特错大错的，这整个在信仰上，整个在历史中间，这就是一场最特错大错的事情了。他们守了四条，雅各给外邦人设了四条，不还是要借着律法来规定、来规范外邦人吗？对不对呀？保罗和他说的完全是不一样。保罗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我才能叫我才能向谁活着？向神活着，对不对？叫我才能。”向神活着，这个他向律法死，向神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才能向神活着，对不 对？不然的话，我守律法是我自己在活着。我现在信基督，我向律法就向律法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才能向神活着。我活着不能面向神活着，我总也活不出来基督的样子，因为我活着就得靠守。基督活着不需要靠守，对不对？好，再回到希伯来书七章，你看这个，这是何等关键呢？这十六节说，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不是是否定的意思，乃是是肯定的意思，对不对？对。说乃是
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那也就是说活出来的是圣灵这个大能在我里边更新出来活出来的，对不对？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你注意看啊，这段经文是我活着，这段经文有许多人误解这段经文的。你看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是要把这复活的大能表明出来，把这复活大能表出来，我把这擦掉啊。第四点是宝贝，宝贝放在瓦器里。瓦器里，显明出来的莫大能力。显明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是肯定的意思，对不对？对。不是是否定的意思。所以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就是圣灵，对不对？对。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谁？我们。出于我们，所以你不要给自己的身体设立规条。他不是守律法，必须向律法死了才能向神活着，这与蒙召的恩相称。必须不是我活，是主活着，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必须是我死了，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对不对？对。你再看啊，是吧？不是属于我们。下面说，不要表明这件事情，所以上帝四面叫我受敌，四面攻击，哪四面呢？你自己的一面，你的肉体的一面，叫你看见。我立志行善，有的我一要行善的时候，外围这肉体上的事情一下马上都出来了，是不是啊？我想行善，肉体要作恶，是四面受敌。同时呢，周围也有四面的受敌，叫你仇敌也在攻击，魔鬼也在攻击你，周围的人也在攻击你，你都在处在一个四面攻击的情况下，上帝把你放在这个你没有办法解围啊，你没有办法解围。就放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就没办法解围，要显明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谁呀？神，是神给你解围的。你们注意往下看，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你注意看，已经是四面受敌了，却不被困住了。这个能力从哪来的？从神那里来。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我心里经常作难呢。怎么作难呢？啊？我想行善，肉体没行善，做不做难呢？但是上帝却不叫你失望，就是你不要害怕，这是我叫你叫这么做的。我叫你做，就要显明一件事，不是你做的，是我在做，对不对？你肉体没有良善，我知道，但你立志行善，由得我，你也立志了，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这也是上帝所知道的。所以做难，心里这时候就开始做难了。我这样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就由不得我，这神还要我吗？要不要？要，一定会要的。所以我们，所以下面说，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丢弃，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我们每一天，你看，我们一天就面临着被丢弃，被人唾弃，被人丢弃，是面临着四面受敌，面临着遭逼迫，面临着作难，心里在作难，就面临着这些事情。这正是基督徒所要选择的，上帝要在你身上要做工，要成就他的美意的这个先决条件。神要叫你看见，你蒙恩得救了之后呢，你不单你没有说，不单你没有说减轻仇敌四面攻击，反而呢，神许可仇敌四面攻击你，神许可你做难，神许可呢四面仇敌在围攻你。叫你要显明一件事情，你靠自己在这个四面围攻的情况下，你是达不到能突破这个四面攻击仇敌这个可能性的。所以你遭逼迫了却不被丢弃，打倒了，甚至你被他已经打倒了，打倒帝国主义，是不是打倒资本主义，把你打倒了，打倒了却不是什么死亡。
身上还常带着耶稣的什么死？为什么要常带着耶稣死呢？你身上是常带是什么意思啊？常带的死啊？这里面说常带着耶稣的死，为什么要常带着呢？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要带一次两次的行不行？不行，不行，得天天带。这个常带着耶稣死，就是经常与主联合，活着不再是我。像保罗提醒自己说：“活着不再是我，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要死了，就有什么益处？”保罗是这么说的，这么说证明你身上常带着耶稣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现在就是说，你死的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是谁在我身上显明的？是我自己活呢，还是基督的这复活的身体在我身上显明出来呢？基督那灵体你看不见的，但是他要在你身上显明出来，要显明什么呢？显明他的生命，还要显明一件事，就是显明他复活的身体，道成肉身的复活的身体，在我身上显明道成肉身复活的身体。道成肉身的复活身体要在我身上展现出来。这是虽然我的肉身是物质界的，但是耶稣基督那身体是灵界的，他看不见，但是他要在看不见的，要在看见的那个肉体中间，把他看不见的身体显明出来，要在看不见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中间，要在看见的这个物质界，要把他这个看不见的生命来彰显出来，能听懂吗？在看见的世界中间来看见的看不见的世界，在看见的世界中肉体中间来看他看不见的身体，能听懂这句话吗？能。你看这个是很难很要的，很难的。其实有时候那个别人说你那是不是有点要了，要了别人听不懂啊，这就得这么讲啊。你看我这肉体能不能看见？能。但圣经说你顾念的不是能看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能看见的，所能看见的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但我们今天多半是有人注重的是什么？能看见，却不注重那看不见的。那看不见何等的重要呢？但上帝今天的目的也是将要展现的是不能看见的。宝贝放在瓦器里，谁也看不见，但必须把它显明出来。把什么显明出来？把宝贝显明出来。宝贝你能看见吗？看不见。你看不见，但必须把它显明出来，不是显明你。将不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不是彰显你这能坏的生命。将那个属天的生命彰显出来，不是彰显你这属地的生命。将灵界的这个身体显明出来，不是彰显你这个属物质界这个身体。所以我们每天必凭着信活着。所以保罗才说，我是因信神儿子而活呀。我若离开信，我就谈不上活着了，谈不上为主活着了。我要离开了信，我就谈不上为主在地上每一天为主活着这件事。所以保罗说，我死了就活了，我像律法死，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才对。活着还是我，那就不是为我活着，不是为主活着，乃是为自己活着。世人不信主的人都为谁活着？自己。为自己活着。我们现在为谁活着？为主。你再看第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目的是什么？是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是耶稣那个生复活的生命那个身体在我的必死身上又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身上发动，那现在有多少人接受死在我身上发动这个事实？宝贝要在我身上显明出来莫大能力，叫基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这个事实，他都是什么？不要叫基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而我自己的身体呢，不用发动耶稣的死就可以生去。多半是不是这么都这么近的？是。行，我现在就不用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死别我在我身上发动，就要在地上，下面就荣耀主、见证主。多半教会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这一关了，不要圣灵更新了，不要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出莫大能力，不要这一关了。把这几关给省略了，得荣耀是宝贝放在我瓦器里显明出莫大的能力，这个荣耀对不对？对。
是金子显明出来，但他现在是不要这些官了，下面就靠自己的，靠圣灵得生，下面靠自己行事，是不是啊？现在教会你看，靠圣灵得生，下面去靠自己行事去，啊？靠圣灵得生完了，下面靠自己行事，对是不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两个人都是。靠圣灵的生，单靠圣灵。我死了，我死了才能圣灵才能生。对呀、啊，他是有一个衰微的，说为什么是讲到外体虽然毁坏，毁坏的那个顺便受体就毁坏的目的，毁坏哪个真谛啊？外体。你看啊，你看这第十六节，第四章十六节，但咱们现在多半注重的是不注重这个里边那个里面的身体，多半注重是外面这个外体。说我要用外体荣耀神呐、啊，我要用外体怎么样做一件好事，达到上帝标准呢、啊？我这外体就是尊贵的器皿呐、啊，必死的不是尊贵的，有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它是渐渐变坏，你怎么说它是尊贵的呢？对不对？他一说渐渐变坏，就是表明他一天没好的时候，啊，他不好他就渐渐变坏，渐渐变坏、啊、怎么还能好呢？为什么叫必死？必死不就是渐渐变坏吗？啊？说没说这句话？以弗所说是不是？这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还有一个是因知识渐渐更新，两个渐渐，对不对？对。就人是因知识，因这个私欲，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新人是因知识渐渐更新的，肯定有一个渐渐更新，有一个渐渐变坏的。那我今天我是用这个渐渐变坏的，省略一关，下面外体不毁坏。外地不毁坏，在地上荣耀神，对不对？不能。你看啊，十六节啊，所以我们不丧胆，不丧胆是什么？不害怕，你得必须接受耶稣在你身上进行割礼。你有肉体有情欲，这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这个肉体呢，要接受耶稣在你身上施行割礼。我们不丧胆，外地虽然毁坏，他四面仇敌攻击你，就是为了外地毁坏，对不对？对。下面，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外面人毁坏，你可以里面那个下面那句话说，内心就是里面那个新人，外面那个旧人，虽然毁坏，里面的新人却一天天心思一天，一天心思一天，也就是说，这是上帝所要的过程，什么过程呢？更新的过程，在谁身上更新呢？凡蒙召做圣徒的，都要有这一关。离开这一关，你说我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你那是在说谎话呢。离开这关，不要谈那个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你根本就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经过毁坏，没有经过拆，没有经过圣灵更新，没有经过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出了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这一关。没有经历身上四面受敌，身上藏带着耶稣的死，没有经历这，没有经过这一关，你忽略了，你省略了一关，就是说圣灵宝贝放在你瓦器里显明出莫大能力是出于神，忽略了。当你一忽略整个的这个整个这个圣经这个真理在你身上的工作的真理，这个套路全部被给你打乱了。为什么被你打断？因为你在从中在正在圣灵在一步一步在你身上，他就让你顺服，你一步一步顺服，他正在那进行中间，你突然改变了主意了。你说圣灵啊，你先休息一会儿，你先上一边先待一会儿，下面我加上行为，我加上我自己的意思，我得荣耀主。我问弟兄姊妹，圣灵不在你身上更新，那属肉体的生命能荣耀主吗？不能，不能的。圣灵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出莫大能力，就是要在这叫你四面受敌，圣灵住在你心里就故意叫你四面受敌，就像你自己承受不了，你没有办法，你连外敌你连自己都打不过，你还能打过外敌吗？神就叫你看见，你连自己都被自己打倒了，还能打败仇敌吗？你自己都把你自己都摔倒了，你说你自己你怎么能打败外界的仇敌呢？外来仇敌你怎么打能怎么打败呢？所以今天你要想与蒙召的恩相称，你必须不能放弃这一关。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别忘记了，圣灵在你身上脱旧换新的，这一关必须不能省，不能给省略了。否则的话，你就在装，你在板，
你就假冒为善，你就成为第二个法利赛人，你就成为第二个法利赛人，你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他是必须接受圣灵，继续在你身上工作，工作完了再继续工作，再继续，继续，一直继续到什么时候呢？主来的日子，必须这么继续，都不是你的工作，结不结果你别管他，结果在乎神，对不对？对，就是你这个道栽没栽种进去，神就叫你信这个道。我们因信服真道成为圣洁，对不对？因信服这个道，我信没信服，首先在不在这个道上扎根？都说我信了，我信了，一实际一考验爬山就知道这人到底信没信。神要对所有的基督徒的信仰进行一次筛麦子，进行一次考验，到底你这信建造在是凭眼见还是凭信心？不能凭不凭眼见还是凭眼见？到底建立在哪里头？这是很关键很关键。神要对每个信徒进行一次筛。看你到底是凭信还是凭你自己的大肉体的呢？想达到一种标准，去蒙召恩相称，都喊那口号是吧？咱们要行事为人与蒙召恩相称啊、哦！会不会喊？喊都会喊，对不对？喊出来的等不等于是事实呢？圣灵没在你身上这个做这个工作，你喊出来有什么用啊？你光是喊蒙召恩相称呢？现在可眼睛就盯在别人身上，看去蒙不允不允蒙召恩相称。现在马上往别人身上盯，不是往别人身上盯，现在是个人都要与蒙召恩相称。怎么样与蒙召恩相称？我已经蒙召了，下面我就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圣灵在我身上必须他要更新。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出莫大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外敌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这个过程好不好？好。自然里边的生命，外敌毁坏，里边就会活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不是靠守律法，所以保罗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不是靠守律法守出来的。你要靠守律法的话，那法利赛人比你守的强，对不对？法利赛人做的比你好，但是耶稣基督都称法利赛人那专业守律法的称他为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不是有罪的，而是有祸的，对不对？你还跟他学习吗？我们今天是效法他，是效法基督，是不是？怎么来效法基督？昨天网络的提这个问题，怎么来效法基督？你们说怎么效法基督？有两种效法。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说怎么效法的？效法他的死，对不对？我死了就像基督了，我若不死永远不会像基督，是不是这么说的？我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什么复活。这个是第三章，你看一下啊，腓立比书第三章。你必须把你自己想法，你以为有益的，我今天做点好事就蒙召的相称，那个有益的先放在一边去，你先放在一边去，你先把你的东西先收起来，对不对？你把你的东西收起来，行事为人就对得起招你的主，找到吗？第九节啊，你看这第六节，从第六节开始，三章就热心说，第三章第六节啊，腓立比书三章第六节，就热心的，我们怎么一同来读？一、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以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们认识基督，效法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我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关键的一句话，就后面就个大章啪啪盖上了，怎么盖的？怎么与蒙召恩相称的？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是基督的复活生命在我里面活出来的那个样子，才像谁？才像父神，对不 对？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绝对前面否定律法，肯定不是守律法的。这一个把守律法那个念头，你先把它打掉，把它打消，好不好？我要想与蒙召恩相称，我必须把守律法，我想靠肉体守律法那一关把它打掉。像律法就像律法死，叫我可以向神活着，这样活法是才能真正向神活着，不凭肉体的。守律法它是凭肉体，对不对？我不凭肉体的，我现在才能可以真正的面向神活着。
我要守律法，我一守我就说谁出现了，谁出现了，我这个旧人，我的肉体出现了，我的肉体出现了，现在就把这个就排在一边去了，把哪个呢？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出莫大能力啊，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的，把这个给清忽了。我去注重律法，靠肉体守律法，现在就在两难之间。所以保罗说，我在两难之间，情愿怎么的？离世归死。哎，这是两难呐、啊。一面是面向犹太人，犹太人他是靠什么？靠律法。一面是面向外邦人，但上帝在这个真正信的信徒上，他是做的这一件事情，是吧？把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出莫大能。一面呢，就要靠肉体守律法。所以保罗最后就选择什么，在犹太人中间，他虽然他也选择了去跟他们一起去守律法去，但最后的结果差点被打死了。保罗已经看出来，最后他在竭力在加勒太出去来反对那些守律法的，来反对他，来所把一切的那些守律法的人，说那些靠律法称义的人都说成是被咒诅的，或者是什么，你要靠律法称义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最弱的，所以说竭力的说，最后他说再继续啊，继续。最后他就说我像律法死了，他叫我像神活着。一个像神活着，所以保罗在这里最后得出一个这也是一个经验的教训，得到一个经验教训。他说我从前呢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毫无指摘的。那我今天我这个行事为人对得起招我的主，是靠行律法行出来的，还是靠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出莫大能力，更新我更新出来那个福天属天复活的生命呢？展现出那个属天复活的生命，从基督而来的生命啊，属天的生命，还是我自己靠守律法守出来的？咱们来辨认一下，我凭自己的力量肉体去守达到的标准，还是主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展现出来？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所以将那不坏的生命表明出来，将那不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彰显，天天喊彰显主，彰显主，那什么叫彰显主呢？具体什么叫彰显主？都在喊彰显主啊，彰显主，都会喊这句话，荣耀主啊，荣耀主啊，天天荣耀主，那怎么荣耀呢？那我省略这关行不行？不行。省略四面受敌这一关行不行？不行。省略圣灵更新这一关行不行？不行。不要脱旧换新的行不行？不行。我今天靠守律法行不行？不行。我要靠守律法，我怎么向神活着呢？我靠守律法是人性面对神，是我自己面对神，对不 对？ 对。我靠信耶稣基督是基督面向神，代替我面向神。能听懂这句话吗？我靠守是我人本性这个人面向神。而我住在基督耶稣里，宝贝放在瓦器里，是基督直接面向神。你说哪一个讨神的喜欢呢？我自己活着是我用立功之法讨神的喜欢，现在不是我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是基督直接向神活着。你住在基督耶稣里面，上帝看基督不看你的，对不对？你说是你弟兄姊妹说哪一个最好？咱们得找一个最合适的活法，好不好？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呢，还是我自己活着好？基督好，基督在我里面活。你找一个最好、最适合、最恰当、最容易被上帝接受这么一个方法，这法呢就是信主之法，对不对？我要离开信主之法，靠立功之法去向神活着，我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那我唯独有一件事，就是我不靠自己活着，我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好，咱们查到这里啊。查到这里，明天那个下一场课咱们再继续。